Hello， 朋友，各位，我是风破。我们将玩的就是 Minecraft， 没错。然后 ，哔哔哔哔，好了，我们一样就是玩的是牧羊人。好了，然后目前来讲，这边应该没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先去我先下去，找个地方过夜吧。哎，可是不知道意思，到旅馆，这还可以这样子的、啊？哎。竟然有这种，这个居然有这种这种情况的、哦，赚完钱之后马上就要花掉，这真是有夸张，生气，哈哈，哼，都住不起。通融一下，拜托！我找到钥匙啊！天哪，还真的有啊！橘色，想住多久就 住多久。橘色，啊，橘色房。好了，现在找到橘色房间，在地下室。出去走走好了，我觉得出去走走应该会有点什么事情发生。啊，拿错了。羊肉干，还不错，至少一间房子可以住了。不过我觉得还是出去晃晃好了，也许可以住，遇到些什么。对啦，没什么东西，天哪！有些地方看起来像废墟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的错觉。好嘞。下水道施工设计图看起来非常简陋。下水道，看有很多东西我要自己去探索，要不然的话我根本就找不到这边在做什么事情了。书库，秦木西的食物入库。哇，有，好，好吧，太夸张了吧？这竟然有这种规定哦！哈哈 ，Gosh， 他这边全部都不能。抽奖券，等下羊肉干放在这边，上面哦。饼干、面包啊！长老的孙女，一副，哎，有中介箱哎！天啊，那么方便！我觉得啦，我觉得这边应该也是会藏些什么鬼，就是了，只是我现在这样找不到，可恶！好了，这边逛完了。嘿，你好。我常看到炼金术搭小船到湖中间。铁桶。好，可以跟你换哦。不羁波球。好，拿到书了。目前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应该是这边诗歌吟游诗人这个地方吧。有粘液，我那个不羁波球应该是弄他的。然后正所前面有个抽奖摊位，正所有吗？
哪里有证书啊？好奇。哎，我看到那边有箱子，箱子我开了，开了之后还是肉。哎，这是可以直接拿、啊，这是可以直接这样拿的、哦，这太夸张了吧？这等等等等。好了，我要开始换东西了。Yes。好，再跑来跟你换。我知道你喜欢这个。羽毛。不起眼不行。所以你弟喜欢线吗？现在是什么情况？找了各种东西，然后很奇妙的是，它这个应该是跟日间跟夜间有差别的。看来我要先回去睡觉了。好了，先睡吧。哇，啥？哇，原来大家都在什么？你要去哪里？不要走啊！可恶，动不了！你做梦都会数羊，天哪！你太爱你的羊了吧？不，怎么？怎么全身冒汗？是不是梦到我？你谁啊？才不是，我梦到我的羊！我一只一只的跑走，可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可是有些已经死掉了，有些已经被干掉了，不是吗？盐，啊，有些国真的还要等他，这个有些要等他们的，天哪！要去哪里呢？嘿，好哎，有哎，有哎，有哎。请将抽奖券放入哪里？按。啊？啊？什么东西？这是要干嘛 ？What happened？ 我获得安就是，哈，哈什么？什么东西？好了，目前这边应该没什么事，那只好再四处找。哎，有什么箱子？打火机！哇，有打火机，有打火机，烧喽！开心吗？哦，原来是你啊！那是遗物，遗物哎，遗物到一个夸张的程度。到底在做什么？这东西全部是在你在跟他交易吗？圣经之后下去给九宝就有那个。Yes， 我今天一直在跟别人交易。为什么你会有这一把？为什么你会有这一把东西啊？现在是外面那一位仁兄。嘿，好家伙，给你。而且我要找鞋匠是吧？鞋匠在哪里？我找了，我之前找了一阵子，我没有找到鞋匠啊。
哦，你啊。羊粪。现在是要找种田的那一位。哇，绕了一圈，好不容易找到。那现在是找卫兵，卫兵我印象中是在窜窜。就 yes， 看这个牧羊人，连完全不像牧羊人。我手上只是拿了一根拐杖而已，可是完全不像牧羊人。这钻石要给谁？接下来就是直接拿来跟他换，是不是？Gosh， 直接到再跟那个东西抽奖，再抽奖一次，要赶快咯，再不快点过去的话，等一下他就消失咯，快！哦，可以，耶、yeah ，抽奖咯，获得抽奖券，成就义务的牧羊人，直接义务到整个成功。有鱼也可以跟他换，真棒！再跟他按一次，好啊！看来这边应该都是属于任务物品吧，大部分是。接下来应该会有给我些任务进度的东西。好哦，一瞬间就把义务的目标任务给完成。超夸张，太夸张了！等下我不能走那边。What？ 走得更快。只是让我更快而已吗？哦，这边的道馆是唯一一个，我可以四处弄东西。这是唯一一个我可以四处抽取的东西，啊，其他的反而就还好，其他我反而找不到任何点呢、欸，天哪！电金术师家那个地方有，哎、欸，哎呦，炼素材、欸，天哪！好吧，试试看，因为这个是有任务的哦。完全看不到他写什么，交给我了，我要干嘛？拿取魔棒，靠近展示板，按右键。合成新元素，哦哦，是这样子的、哦，这是何等奇妙的！何等奇妙的合成方式！我还有这边，哎，合成失败，好奇妙，我不是很懂它的合成方式。哎，照道理讲，我以为这个东西合起来，火焰加木头会变成木炭之类，就不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反正这两个合起来之后会有变东西，太夸张了吧？为什么会变宝石啊？坏！为什么会变宝石啊？坏！哈？
完全不知道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这是完全是乱猜的。结晶再加这个算了，说不定会出现什么奇妙的东西嘞。那、失败，那造魔法结晶加钻石，两种昂贵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会变得更垃圾的东西吧。What the？ 新之心哈？啊，说话了，哇，这边居然有那个了，那边居然有剧情了，天哪！不要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了，说啊。看来接下来有一些是超会比原本表面这一整个区域的表面上看到的东西还要多，它应该有更深藏的，有这它应该里面还有在藏更深的一些剧情的。不过目前来讲，我们看到只有表面上这个城镇而已。嘿，那接下来的话，可能其他地方或者甚至是地底下什么，应该还有其他东西。毕竟我还有下水道地图，对不对？好了，那今天这样子，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See you.